幺二幺二幺啊！阿妹妹，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咱即摆韩志伟市电视台要举办台语广告比赛的活动。有影？啊，你想要参加？啊，你敢会晓讲台语？会啊。哦，我甲你考一个。好啊，好，你考。迄个吼，咱若是迄个闪电呐，台语要怎讲？是呐。哈哈，我当作讲你会讲闪电呢，啊，哪迄个企鹅呢？企鹅。哦，安尼对对。台语你来遐敖讲？因为我就是第二届韩志伟市电视台台语水当当广告比赛的小天使弯弯。哦，原来是安尼哦，是讲去参加比赛哦，这敢有奖金？有啊，足悬的哦。安尼袂歹哦，咱来去参加着台语水当当的广告比赛哦，哦，会当学台语，还佫会当得到奖金，嘿，这叫做迄啰。一减二个，忙啦兼洗裤啦。啊，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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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好啦，弯弯啦。咱两个人吼，咱即摆斗阵来邀请着咱全国的小朋友，做伙来参加着台语水当当的广告比赛，安尼好无？好，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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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来报名哦！耶耶耶！